这么小的袋子能装些什么呢？口红、指甲钳、钥匙、无人机，等等，无人机，不可能吧？迷你无人机仅 4.5 厘米的机身，完全可以在你的指尖上起飞，稳定优越的性能让新手的你也可以瞬间变成老司机。迷你的身躯让它能在复杂的环境自由穿梭。